能搭配，其他人都没碰到球，直接传互传就直接得分了。哇，旅行而且非常的多元。哇，简佑哲客气的配过来，简佑哲外线出手没有，进攻篮板，艾德抓回来，再起，哇！最后一个传球跟接球的一个默契上的问题，眼看就是个灌篮 ending 了。塞瑟夫说：“你没灌的，我来灌。”是。收球之后的吉廷中距离出手，这次没进，篮板在陈胜强手上，前面二打一了，配过来 ，Angel 大爆！